2023的年度代表字出炉了。美国的权威字典韦伯字典昨天宣布，今年的年度字汇是真实。韦伯字典的总编辑表示，这个字的搜寻次数一直都很高，今年还创下了记录，显示呢，在 AI 技术的冲击下，真实对人们来说是更加的珍贵。因为呢，我们不再总是相信所看到的，有时候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跟耳朵，而且已经发现所谓的真实，有时候就是一种表演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